万众瞩目的世界杯决赛将会在本港时间今晚11点展开，看大战气氛当然要够好。东港成都之球迷需要，一楼中庭化身成为区内最大型室内派对场，面积有成8000平方尺，加上全新高清巨型 LED 屏幕和 5.1 杜比立体声喇叭，另一众球迷仿如置身私人影院。如果想睇得再舒服一啲，即日喺场内以电子货币消费满1000港元，并喺网上登记，就可以领取 VIP 至尊球迷通行证，放在喺按摩椅或者充气梳化上面睇波，真系一大享受嚟噶！街坊可以随便来坐下，又唔使钱，有随便食有嘢饮，呢度咁热闹，咁咪一齐睇波会气氛会好啲咯。呢度咧位置咁多香港嘅屋邨啊嘛，但我觉得个气氛咧就非常之活跃咯，同埋搞呢个主题我觉得非常之好咯。气氛会更加活跃噶啦，依家就系呢啲，我哋都好开心啦，啲小朋友玩得好开心啊！睇波气氛炽热，一定要食雪糕降降温啊！东港城入边嘅一田超市即日去到30日举行夏日雪糕祭，传统怀旧雪糕、新派变革冰点，仲有创意回味雪条同埋鲜果天然乳酪，一定有一款啱你食。除咗特色雪糕，一田超市入面亦有甜品铺推出世界杯主题曲奇，精美蛋糕配上唔同国旗图案，撑外队嘅球迷不容错过。另外，在东港城新开业的食店沙煲兄弟亦都在世界杯期间推出限定特色饮品，将啖气加入咖啡和乌龙茶，成为三款独一无二的无冰冻饮。